點解叫 BB 政治呢？就攞阿陳婉嫻單嘢出嚟講啦，嗰個肥仔，嗰個居留嗰個，有人應該心嘅係啦，你香港九年。咁啊嘈到咩叫 BB 政治咧？嗱，大家睇到啦，炒到好熱啦。嚇、啊！三非兒童匿埋咗九年三非，咁我哋工聯會嘅啊陳小姐咧就好熱心，就幫佢搞嗱。咁、啊、喺報紙賣咧，好怪嘅喎。啊！又嘈到佢，即係佢走去面試間學校，又俾人嘈，又俾人都俾人喺度示威喎、啊。又講話咧，陳婉嫻咧就施壓。咁咧就有班人咧就好似話喺個網上度搞到咗嘢咧，嗰咩蘭花系都仲俾人拉埋添，係咪恐嚇嗰、那個嚇，仲俾人拉埋添。好啦，呢單嘢咧，我哋睇到正話，我哋今晚主題叫香港政治 BB 班，包括呢個咁嘅吹水風仔嚇，呢個黃之峰之流嗰啲僆仔啊，咪實死㗎，叫吹水風啊嘛，叫吹風仔啊嘛。嗯黃吹風啊，嗰度有個名叫做點解話我哋政治 BB 班呢？第一，你陳婉嫻係一早佢同佢搞得佢移民局啊，成日又話施壓嘅話咧，咁咧佢就係、是、你知道呢個三非兒童咧係未水入嚟香港啊嘛，偷渡啊嘛，三非兒童咧係入去。偷渡嚟香港噶嘛？好啊，你陳婉嫻咧，好似係做過人大代表啦，又做過立法會議員好耐啦，又搞工聯會好耐啦，成日開政治班啦，成日講政治啦，共產黨訓練呢班人出嚟噶嘛？點叫佢哋搞一個政治 BB 班咧？包括啲民主黨一樣政治 BB 班咧？我哋兩個程序做嘅，如果俾我哋喺手，第一，我知道呢件事。佢係未水嚟嘅，我為咗唔引起社會震動，就同中方講嘅嗱有咁嘅嘢。佢翻到咧冇人冇物，可唔可以叫阿婆咧揾個地方去嗰啲兒童院？因為佢低智兒童啊嘛，你要行使酌情權嘅中國政府，即刻通知阿嫻姐，我就潛水嚟，我俾佢潛水翻去。揾下軍車啊，解放軍啊，講掂數啊，外婆嗱，你翻去啦，婆婆你嗰個地方你陪埋佢住都得嘅，你中意探佢。咁啊，潛水走咗，當件事咧未發生過嘅，呢個一級嘅政治智慧，社會唔知，移民局唔知，當未發生過，佢冇入境記錄啊嘛，佢翻咗去，又唔知道留咗香港九年啊嘛，冇事。呢個上次。好啦，第二個咧。就話你陳婉嫻，我唔用潛水走，我公開走，都要首先同中央政府講，就等中央政府咧攞分，攞幾時一公佈，你中央政府咧即刻就話收人，叫香港政府咧豁免權唔告，即刻實戒翻嚟，我哋就喺中國咧就安置佢，唔好破壞一國兩制，中央政府講，避免香港。有人咧學呢個方法留低嘅話咧，都破壞個一國兩制。我哋即刻接收，咁啊開大羅大鼓攞分嘅喎，係咪啊？人道理由，我哋中央政府咧就揾翻佢嘅鄉下地方安置佢，俾書佢讀嚇。佢、啊、婆婆中意嘅，隨時上嚟陪佢住，有埋地方陪佢住添，有人照顧佢，照顧幾耐唔知嗰、那個下集。但你做咗啲長大龍鳳，咁啊個個香港市民咪尊敬你中央政府啊？呢、這個就明嘅方法，但係唔係啦？呢咁嘅政治 BB 班嘅人物咧，又要自己走去攞分，好啊！諗啲死人死計，香港而家嘅制度咧，有啲乜嘢外國嘅人嚟香港，海外居民嚟香港留低咧，就攞行街紙啊，申請難民啊，又或者政治迫害啊，古靈精怪，就用呢啲咁嘅例，但嗰個例咧係俾外國嚟咧，都係唔啱嘅。已經是錯咗嘅，有人在政府部門度玩嘢嘅。以前咪咁啊，即報即解噶嘛。你喺邊度嚟我就即刻戒翻你翻去，通知領事館接走，幾多日後要離港。領事館有責任買機票俾佢送佢走嘅，違反嗰、那個我哋嗰個入境處
入境條例，又可以叫你坐監，又可以一坐完監即刻就要帶你走噶啦，冇得講，冇得人情講啊，冇酌情權，唔行使酌情權嘅，冇得行使酌情權，冇人到講嘅。啊，你有國家嘛，你個國籍咪解回原籍咯。但係咧，而家呢個細路仔咧，唔係海外其他國家嘅國籍嘅人嘛，係你中國大陸嘅人嘛。中國大陸嘅人而家係一香港係中國嘅地方嘛。咁你就中國政府可以引用你國家內部佢有個機制噶嘛？你外勞，你啲外人都唔可以喺深圳攞到居留權啦，啱唔啱啊？冇户籍冇成啦，係咪先？咁你中國政府係要出面去處理嘅。但你陳婉嫻呢咁嘅政治 BB 仔咧，你咁樣為咗自己出風頭，啊大羅大鼓，啊仲話喺報紙話要向個入境事務處施壓喎。咁咪整撚估個政府咯，咪丟撚咗中央政府架咯，係冇事搞事做啊嘛！而家搞到吊吊揈，啲學校唔敢收佢，想收佢嗰間學俾人圍。好啦，你民主派嗰走去圍人哋間學嘅黃撚居嘅，叻唔撚切，變咗你周圍人做民主霸權。我哋要講公道説話喎，你可以逼佢政府咧即刻去執行，佢塞中聯辦。你不可以破壞一國兩制，你不可以容忍那個非法的人流境，你就不需要圍那個大城學校嘛。現在就圍學校，你圍學校很愚蠢的嘛，是不是啊？這些是又是整個政治 BB 班就這樣了，但這個就全部是中聯辦責任來的。你一評估的話不需要公開，我們就潛水來潛水給你走算數了，處理了，這個是高手，冇引起社會震盪。好啊，如果要公開嘅話，就要中央政府即刻配合。一公開咗，即刻就叫人民局交人，啊！但係咧，個小朋友一早叫簽咗紙，佢願意翻翻中國嘅，你唔好違反個人權，唔好違反人道理由。係佢阿婆又同意，佢個細路仔又同意簽名，話即刻翻返中國安置佢。咁咪全部取冇事咯。咁啊，中央政府又有分喎。啊！維護嗰個一國兩制，唔可以干擾香港嗰個正常嘅運作，啱嘛？啊！呢啲咪睇到九流啊！呢單咁嘅保皇黨，呢啲咁嘅建制派，咪用個腦諗下啦！你工聯會，屌咩成扎咁嘅，屌你咁嘅殘神冚家產，走上立法會，走上行政會，咁仲唔撚死啊？嗱，我哋冇鬧錯人㗎，鬧鄭耀棠之流，屌咩成個第三跑道咧，就國泰最撚支持嘅。他的總裁咧登緊埋報紙，話唔起咧就唔撚掂嘅。咁而家你睇國泰搞乜撚嘢？國泰咪有請你嗰班鄭耀棠之流去坐飛機旅遊咯？屌你老母，你咪即刻出賣香港人啦！食撚咗人茶禮啊！全部都反對噶。就呢啲屌你老母鬼佬嘅外國公司，屌你老母咪收撚賣你咯！嚇、啊，你冇影響你嗰個視野啊？喺行政會過去第三跑道通過啊？啊！有你話有冇利益衝突咧？啱唔啱先？嗯。所以你撲咗街噶嘛？所以我哋睇呢班人唔起啊嘛！你睇到噶嗱，香港啲好撚易形容嘅啫，口有千言萬語，文章可以落筆寫千字，空無一策。臨危嗰陣時，臨到有危機啊，一策都冇啊，一個政策都冇啊！嗰陣我睇兩本書，屌乜上下網睇啲資料。執下人哋外國嗰啲咁嘅政治理論家口頭口水尾咁啊，一輪嘴搏咪，你老母當自己有料。正式嘅政治家就我哋呢啲人物，唔係大口氣啦，隨時拆彈咁嘅嘢喎。嗱，俾我哋拆彈，我叫未水翻去嘅。婆婆唔使擔心，嗱，整皮嘢你扎袋啊，跟住有間屋仔俾住噶啦，大陸啊，跟住車你翻去，有人歡迎你嘅。整架軍車送撚咗翻去，真係可超跑樣歡迎啊！肥仔翻去讀書，係咪？香港唔知噶嘛，免檢啊嘛，軍車你搞咩啊？咪俾你免檢把撚啊？點解俾特權你咧？俾特權你咧，就喺息雞無神時間咧，你行使個特權啊嘛！你揾架警車車翻仲得啦，有冇人夠膽膽孭得起飛咧？屌你乜鬼鬼鼠鼠！度啲聲人屎橋，點解俾壓力入境處？你老母陳婉嫻，你老母喺你翻去車衫冇撚過啦，冇撚仔可能做議員啦，係嘛？你老母你唔坐得啲位噶嘛？講啊一兩嘴啊，千言萬語啊，空無一策啊，林毅個撚個都係咁嚟㗎，香港僱員
一殺喺度嚟咧，手忙腳亂，屌你有冇空摸查？你問佢而家高鐵點樣應付啊？超支唔知啊？你問點樣應付？唔識埋尾啊？你問港珠澳大橋點樣應付啲超支？佢有撚計啊？咪俾班鬼佬撳緊住打咯！我哋咁怒氣咧，就呢啲係社會錢嚟嘅。屌你咧！你唔可以咁樣俾人哋撳緊住搶嘛？啱唔啱啊？即係話睇到你係無能兼低 B 嘛？你唔肯審批嘅咩？你班立法會議員，保皇黨好，民主黨好，你過噶嘛？嗰時過佢哋起高鐵噶嘛？過俾佢哋起港珠澳大橋噶嘛？你咪睇 paper 㗎？你睇唔到嗰啲陷阱㗎？唔識睇嘛？係嘛？你唔識睇咪話俾人聽，唔使識睇咯。點解冇睇啊？嘛班友，係咪先？佢咪唔識睇，佢冇睇添啊！你冇撚氣啊！仲好。好啊！如果你睇咗唔識嘅，又拎佢打靶；冇睇啊，更加要打靶。以前啊，要滅九族、豬九族，所以我哋係鬧得人噶嘛。點解你過下我關啊？你咁撚叻，係咪先？嗱，我哋呢次做啲藝術作品咧，又俾啲功夫人睇噶嘛。嗱，啱你班搞經濟嘅香港教授。屌你乜咁撚叻嗱！揾個靚妹揾張相俾你影一影啦，手機睇賣唔賣到咁撚多錢啦嗱！嗱我10万元幅有人訂啦，50000元又有人訂啦。嗱呢啲就係創意啊嘛！你老母可能搞經濟，我又特登做呢啲畫像出影像出嚟，俾啲功夫呢班人間木嘴睇噶嘛！揾我 iPhone 手機影咋，都賣10万、8万你張幅相。你老母，你同我講經濟，輸撚死你啊！帶1000元出街之後，早到下晝，你咪嗰啲撚咪搞撚到賺咁多錢啦！攞個手機頭影幅嘢都還埋到錢，係咪先？佢真係冇料㗎，我咪大口氣啊！佢哋真係冇料㗎，真係冇料㗎，成班人香港就咁樣樣死。共產黨冇料就應撚該嘅，我有幾多日人啫？屌你冇有幾多日人先？得我幾廿年嘅政權。改革開放學人搞經濟，屌你係咪揾槍指撚住曬，掹骨地下嗰啲資源去賣，用啲廉價勞工咧？你估真係共產黨咁撚叻咩？咁撚叻唔使整咁撚多假嘢啦，冇撚樣嘢自己創意嘅，全撚部抄人嘅，叻乜撚嘢啫？係咪啊？抄都抄得衰撚過人噶嘛，抄撚到歪零歪斜噶嘛，係咪先？又矛又盛，屌你乜都搞到生於生行都揾唔到食。跟住又害嗰啲中國人咧，個撚個坐監嘅揾得到錢嗰啲，咁你唔撲街個社會？大學都200多間假噶，大佬，中國都話長，有人讀撚咗四年啦，屌你老母幾間大學？讀撚咗四年嗰間大學假喎，個老母佢夾埋啲私人軍部，屌佢揾個地方話，屌你整個招牌叫大學喎，啊笑撚死你啊！屌你老母，你真係睇見你都眼瞓啦，中國，屌你老母，你話你戇鳩鳩。你俾啲仔女撚咗大陸讀書，嗱你睇下，唔係我哋講噶喂，大陸啊，俾人名單睇，影影210間假大學。